兄弟们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给力分是 NBA 著名的短手霸王龙，和杜兰特刚好相反，他是臂展的短度惊人，虽然一方面说明了他拥有可怕的弹跳力，另一方面在比赛中确实手短是一个弱点。我们看一下，给力分用实力告诉我们，身为男人手短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张给力分的投篮非常好，力量非常强，他的出现呢让我决定卖了银河的奥尼尔了。因为大鲨鱼这种主机上超过100万的高价球员，长期持有真的有风险，哪怕是市场稳定的情况下，拍卖的价差都有可能导致20万 MT 以上的损失。内线的银河姚明还有大梦还没出现，所以我觉得长期持有不超过35万的银河内线是风险控制的关键。我们看一下这张卡，进攻99，防守99，身高2米08，体重114千克，双钻啊，背身后仰97，中投99，三分球94，双扣篮99，防守肯定是不如大鲨鱼了，盖帽92，内线防守92，外线防守98，篮板球97，还是受限于他的短手，速度94，运球速度89，速度很快，弹跳力99，这个力量98在大前锋里是顶级的。投篮智商95，徽章名人堂徽章43个，黄金徽章22个，名人堂徽章的数量是能买到的内线球员里面最多的。现在高难度投篮王，远程炮台，绿色机器，后仰大师，控球大师，也有第一步大师，对抗终结者，我们在训练场里看一下，很可惜没有满热区。我们试一下投篮，投篮手感很舒服啊，出手很快，出手很快，挺容易绿的。扣篮，哇！我们开始比赛吧，兄弟们。OK， 搜索比赛，对手来了。四个银河带一个粉钻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兄弟们，绿就完了。对手需要射一下，一上来就需要射一下。双方跳球，我要射一下。进攻战术，我去，带错战术了，带成篮网队战术了。直接打，直接打。格里芬，篮下没机会传出来。再传回来，哇，会防啊，抢断了。看对手怎么打，他要打挡拆。哇，这个三分流啊，三分流啊，兄弟们。这格里芬篮下直接扣了，干就完了。好，防他的三分了，抢断，伸起手来没问题。传格里芬外线出手三分球，没有。造犯规，两罚全中。贴住，伸起手来，想打战术啊，这是我的战术啊。传给格里芬，后撤步，出手绿了，绿了你，格里芬，绿就完了。对手还一个，他很会打，真的很会打。法尔防不住法尔，我也还你个三分球，麦迪来了，继续防他，守防还是守防，三分流，我们三分流就伸起手来，差点抢断了他了。格里芬，看格里芬的防守，这个没有，你急了，动作都变形了。魔术师一条龙，
领先五分。防他的三分流，我其实打比赛很讨厌三分流啊。这个没有我的篮板球，传给利芬，跳一步，双手暴扣，霸王龙。这个也没有急了，他也急了，还是给利芬，没机会啊，传出来，打个挡拆吧。呼叫给利芬打挡拆，哎，空中接力漂亮，空接之城。我去，第二节一上来，对手就来个三分球。打这种三分流一定要小心啊。因为领先个十分，三个三分球追上来了。格里芬外线出手三分球，我也有三，爷爷有三。继续打挡拆，他投鼠忌器了，直接上篮。三分流又来个三分球，这个是两分。抢断成功，下快攻了，格里芬继续扣篮。格里芬是能扣篮，绝对不上篮啊。单防，看着内线防守，可以啊，手短也能防。格里芬接球出手来了，兄弟。魔术师的防守绝对是铁闸，哎，刚说的是铁闸。继续打挡拆和格里芬，他很难防格里芬的空间啊！又来了，兄弟，这个漂亮，这个配合漂亮。继续呼叫格里芬打挡拆，又出机会了，漂亮，空接之城。格里芬开主宰了，抢断了，这一定交给格里芬。哎，二加一，漂亮，太牛逼了，加法也绿了。哎，这个没跟上啊，这法尔的速度确实稍微点慢。继续呼叫格里芬打挡拆，哎，漂亮，空接大风车，就差点抢断。我的防守应该让他很难受。哎，这个漏人了，贴上去啊！哇，这三分流，这三分流受不了啊！还找格里芬，漂亮，小人物上篮，替补上来打会儿，替补上来打会儿。哇，这对手一上来下半场又是个三分球，罗斯靠速度，这没上进，已经差六分了。抢断成功，罗斯拿住球交给罗斯，我也回你个三分球，漂亮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用篮网战术 STS 打几个格里芬，应该能有一些空位扣篮的机会。来吧，测试一下。
STS。传给魔术师格里芬跑位，呀，他会防啊，他放了一步，被打吧，后仰跳投来了，兄弟，28分，又抢断了，抢断直接篮下暴扣，漂亮。这个没防住，这个、没防住。继续打挡拆吧。篮下直接突破了，第一步打实，漂亮。对手外线发球，呀，被挡住了，他肯定有三分球，果然没错，又是三分。我继续打个 STS， 格里芬跑位，还是没跑成啊，还是没跑成，拉出来继续打挡拆，还是挡拆有效果啊。来了，兄弟，防住了，继续打挡拆。哎，接球直接出手绿了，兄弟，小老弟。就是法尔又打进一颗，还是领先十分，再打进一颗就稳了。这一颗，这防守，这个对手的防守其实真实不错。哎，这次 STS 打成了，篮下双手暴扣来了，比赛结束了。本场比赛格里芬砍下39分，11次扣篮，用起来使用感受非常的好，这绝对不吹牛逼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兄弟们。